有机的，对。那其实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叶啊，他们吃的很安全。我们来问问看好不好？对，就要一根一根的。它很烫，我知道，但你知道我超怕老鼠。哎，到底行不行？我摸它，我全身汗了。我其实很怕。周日晚上9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电台塑石油95+。